管制局周二公布，今年首例本土登革出血热死亡病例，并发布本月21日至27日国内登革热共新增21例本土确定病例，显示本土疫情持续升温。立委廖正景昨天表示，在国民党接班梯队中，朱立伦是中南部比较被接受的人选，认为国民党应该会推出内政部长李鸿源参选后年新北市长选举，让朱立伦参选2016胜算高，国民党中生代卡位战提前开跑。天平台风回扑台湾，虽然没有登陆，但风浪却让垦丁以贝壳沙著名的白沙出现灾情，大量白沙被冲走，礁石露出，水泥平台也因此塌陷。居民甚至发现有鲸豚搁浅在距离岸边约20公尺的沙地上，已经死亡。陈伟英今天在主场先发面对白袜，头六局被击出4支安打，丢2分，无关胜负。精英靠着8局下的2分全垒打，4-3逆转白袜，拿下本季第70胜。新唐雅电视整理报道。